右边腹部和腰部啊，皮肤上好像有一粒粒的感觉啊，这表示那个他们那个陨石砸下来原来的分布图啊，怎么就砸几个分散的砸几个地方，不是直接集中了一个地方啊，这是表示分布图啊，分开的意思啊，分开的砸啊，这原来就计划的，只不过就这段时间就我们聚焦到那边去了啊，本来的计划就是分散的啊，反正我们就是现在就先准备啊，后面找机会就找的赶，宣传起来将来比较容易宣传的事，一下子砸了很多的话，这个将来提都不太好提，这个事有点啊，单的一个一个定点的就比较好，就一下子砸了那么多就不太好啊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。